John 啊，喺呢个时候我想讲讲咧提名嘅最佳电影啊。咁快啊，最佳电影颁奖咩要？唔系颁奖，而系我想咧睇真啲呢几套被提名嘅最佳电影嘅特色咁啦。哦，咁啊系啊，呢五部电影真系各有特色，系、有风格好特殊嘅《重庆森林》啦，又有呢个写实励志嘅《飞虎雄心》啦。系啊，咁又有新派武侠嘅《东邪西毒》啦，同埋爱情小品嘅《金枝玉叶》啦，咁仲有就系由呢、这个舞台剧改编嘅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咁啦。喂，不如我哋而家介绍一下呢个《重庆森林》先好唔好咧？好啊，咁我哋有请《重庆森林》嘅男主角梁朝伟。伟仔，有请。今日23号。我听天气报讲今日30度，但系琴日28度，唔知争2度，对于我运气有冇咩分别嘅咧？热啲啊，热啲啊！不过点都好啦，28度对我嚟讲，可能会带俾我好运。呢啲系王家卫里面最轻用嘅就系，我唔使讲咁多啊。不如大家重温一下《重庆森林》里面精彩的片段啦！多谢。荣获提名最佳电影有《重庆森林》、今年五部入选入面咧，两部是王家卫导演的作品嚟嘅。系啊，咁啊，其中一部咧就系、是《东邪西毒》，咁喺旧年咧就好具呢个争议性。哦，具争议性系好事嚟嘅，因为咧拣一部戏嗰时候咧、哦，通常如果你话个都好睇，咁你梗睇啦；个都唔好睇，你干脆唔去啦。咁如果人哋一半话好，一半话唔好，你去唔去咧？去，即系好少戏系咁嘅，一定系好有独特性先至会咁样嘅。系咁啊，正所谓各花入各眼啦。咁啊，但系《东邪西毒》咧已经咧得到首先咧就得到海外嘅认同啦，咁就系夺得咧第5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艺术成就金奖噶啦。嗯，我哋香港人嘅歌名，多谢。咁不如我哋而家一齐嚟欣赏下呢个《东邪西毒》嘅部分片段，好唔好咧？好啊，好啊。荣获提名最佳电影有《东邪西毒》。